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科科出来讲》，我是主持人珊迪，我是科编乌马。哎，珊迪，我们今天的主题要聊地震哦，要聊地震，直接一个开门见山。嗯，然后最近地震真的很多。对呀、我记得有几个晚上地震的手机简讯会一直响，一直响。对。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不知道哪一个地震，然后震完之后啊，我记得那一次很大，就非常大。震完之后过不久，因为我现在是住台北，然后住在外面嘛，然后是住在老公寓里面，然后就发现说，这个公寓的住户开始在楼梯间贴了一个 A4 的纸。然后他们就写说，因为这栋建筑开始有一些损害，那有请一些专家来评估。然后就在商讨说要不要做一些地震补强的事情、然后全部的住户要签名啊干嘛的，那时候就超紧张，我想说我是不是要搬家了对啊，是不是房子怎么了？对啊，因为你会觉得说就是完蛋了下一次地震的时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啊，尤其台湾地震有那么多。对啊，而且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地震对台湾人来说已经是属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的时候，其实遇到地震的时候，大家的第一步不是躲起来，大家的第一步，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社群小编，像科编就是也有在做一些其他社群的小编，可能第一时间马上发文说哇地震了，没错，或者是想要确认一下，我刚刚感受到有点摇晃，到底是不是地震？對對對對，看大家有没有 PO 就知道了。地震变流量密码，没错。但是我觉得啦，就我本人来说，我自己还是蛮害怕地震的。对啊，毕竟地震其实也带给我们一些灾害过。对啊，而且你知道地震这件事情，就是变成是说，老实说，我就是蛮无能为力的，就它是一个大自然的灾害里面，你完全就是遇到之后。会有一段时间会愣住说你不知道该干嘛，所以他衍生出来的反应就是大家已经习惯到不会去躲避，可是就是会怕。我觉得心里面大家一定都是害怕的。对，那只是说你做出来的反应可能不是逃跑或什么的，而是打卡这样子。对啊，对啊，就是你发生的当下，其实感觉上你好像也很难再去多做点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对啊，就真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感觉。对，所以其实我们既然都就是虽然这么习惯地震，可是又害怕地震，但是地震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以及说我们现在在很多不管是社群媒体上面啊或新闻媒体上面啊谈到的地震，甚至谈到的所谓的地震预测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都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解答或讨论。对，因为地震跟我们台湾的一些发展或者是一些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的。对啊。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我们生活如此密切的地震，它到底背后有哪些事情可以来聊聊哦？那在我们认识地震之前，我们也一样先来跟着我们的科宝家族再去其他星球探险吧。这是一颗从来没有来过的全新星球，不知道在这个星球能有什么样有趣又新奇的旅程呢？这颗星球怎么到处都是裂痕啊？去看看好了。朝左边，左边去。他们在说什么啊？不要在这边降落，左边啊！啊，是在左边降落的意思吧？太好了，总算顺利降落，谢谢你们。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地球来的啊。那你没看到板块在动吗？怎么还会选错降落的位置啊？板块是牛排吗？不是啦，这里是地震星，因为有很多板块在互相推挤，所以很常发生地震。你们地球也是啊。地球也有板块，可是地球没有裂痕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跟着主持人珊迪、乌玛与这一次的来宾，台北市立大学地球环境暨生物资源学系林明胜教授一起寻找答案吧 ！Go！ 听完了科宝家族的探险，那我们今天就要回到地震的主题喽。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大学地球环境暨生物资源学系林明胜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地震的话题。欢迎老师，欢迎老师。这个主持人好，那么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李明胜老师啊。老师，刚才我们在前面啊聊了很多跟地震有关的话题，那在这边就很想要问老师，就是其实我们对地震都很熟悉，然后尤其是我们大概就是如果过去有学过一些地科啊地球科学相关的学科的时候，都大概会知道说，地震是板块运动所造成的。是。那我在这边想要再回推一下，就是其实好像也不止板块运动嘛，就是那我们在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地球或生活在台湾，就地震大概造成它的原因大概可能有哪几种啊？ OK。地震很简单，就是闽南语叫地动嘛，就是地在动。那地为什么会动呢？那我们从天上地下来看，比如说陨石从天上掉下来，嘣，地震。火山喷发从下面喷出来，嘣，地震。断层活动是我们最了解的，因为挤压断裂，那所以本来连在一起的东西断掉以后，地震。或者呢，山崩，东西崩下来以后撞到，地震。甚至于大象跳舞都会地震。所以任何的重量，那任何的活动造成了地的晃动都是地震。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讲讲的地震其实就是断层活动，就是因为板块挤压破坏所造成的地震。所以主要地震的成因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板块运动的关系。是。那我经常讲这样，就是说我去小学去这个做实验课的时候，就会叫他们说，你们知道一只筷子折得断，但是呢一把筷子折不断，他在讲什么故事？大家都知道，团结力量到了。对。OK， 当你把筷子拿起来折的时候呢，它会慢慢的折弯。对，这就是一个应力。因为如果那个筷子是一个地球的话，或者是一个板块、一个岩层的话，你这样子挤压它，就是两边挤压，一个板块运动挤压它。然后它就一个应力，它就慢慢的弯，弯到最后弯不动怎么办呢？啪，断掉。那断掉的时候，你看到它断掉，你有听到啪的那个声音吗？有。所以断掉的叫断层，那个啪的声音呢就是地震，就是能量。你们都折过筷子都知道团结力量大，但是你们看到了板块运动，你看到了断层跟地震。那台湾呢就在这个筷子上面，就在两个板块挤压的造山运动带，所以它发生地震是很正常的事情。老师，我这有一点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有点荒谬的问题，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想象就是陆地上，我们以板块这件事情，老师一直在说板块挤压嘛。对。那我的想象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个水里面放两块保丽龙，那这代表陆地嘛。对。那两个陆地然后水在摇晃的时候，因为海洋是会一直动的嘛。那我的想象是，如果是板块运动或板块挤压，在我的想象中地震应该是会一直发生啊，就是无时无刻，因为就是陆地一直在动嘛。我的想象就是很笨的一个想象。但是我就想知道说，那为什么地震不会一直发生？是它，你可以让保丽龙在水上面，但是它不会像水一样这样的飘。因为下面是岩浆，所以下面是热的。所以你应该想象的是，你在煮一碗汤，煮这个玉米浓汤，煮什么，在煮的过程当中，下面有一个热上来，上来以后呢，它就会，我们叫热对流，就是这个汤会滚会流动，于是呢最热的地方出来以后，它会向两周滑动。那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的刚刚的保丽龙在它的上面呢，就是板块是在热对流的上面，所以它板块是会有一定的速率跟一定的碰撞的方向去碰撞的。OK， 所以你就会碰过去。那碰过去了以后呢，你会碰到你的这个锅子的旁边。OK， 所以呢一样，两个板块之间呢，因为移动就会挤压碰到它。那碰到它以后怎么办呢？两个挤压的时候呢，如果我这边挡得住你，我就顶住了。如果挡不住你的时候呢，就要有动作。OK， 那就要拱起来啦，或者断掉，就像我刚刚讲的，我的筷子在这里，你就用力啊。那你小朋友力量比较小，你就折，就折不断，就是一把筷子折不断嘛。可是如果你折断掉了，那基本上就发生地震。也就是说，你板块的力量一直在提供它的应力，可是它不见得要破坏掉。所以等到它破裂的时候，就产生了地震。所以这才是我们现在在讲说地震可能有周期性，有时候呢小地震会经常发生，可是大地震可能要累积很久以后才发生。那就是跟我们刚刚讲折筷子一样，就是你的力量要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把一定的东西给折断掉。原来如此。但是这个失力的动作其实是我们日常对它就一直有在发生。是。
是，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失力当中，只是那个力量没有大到可以把它驱动，把它折断掉。在这边我大概可以理解说，地震就是所谓的板块运动，它有所谓的能量的累积，对，所以造成它能量释放出来之后会动。那其实我们也很常看到，就是在新闻媒体上很常讲到说所谓的正常能量释放是这件事情。那我这里就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它都有一直在释放了，那为什么还会有所谓的大地震？就是它还是会一直释放嘛，对，就是、一直释放就表示说它一直减啊，那为什么还会有所谓大地震？嗯、那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什么才叫是正常能量释放 ？OK，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名词的问题哈，我讲的叫零存整负了哈，就是说我每年哈，我们以现在的研究来讲，大概菲律宾海板块，也就是我们东边的这个海洋板块呢，对着欧亚大陆板块，对我们西边这个板块呢，大概每年七八公分，大概八公分的速度在推挤。那推挤的过程当中呢，你就要用各种方式去释放这个能量。那你哪一种方式呢？比如说造山运动，比如说呢是断层活动，比如说呢是地震能量的释放。所以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它用了很多的方式把这个该缩小的体积，该累积的能量呢慢慢慢慢的释放掉。可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没有完全的把这个所有板块的力量都完全释放掉。它是建在那边。对，它就留在那里、嗯、然后它用各种方式的东西去解决。那所以留在那个地方以后呢，就是我赚了100块，我花了98块，花了95块。另外那些东西存起来。可是你存起来，你要买机车，你要买电视，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拿出来买。嗯。也就是说，如果我要买大型的东西，也就是发生大型的地震呢，可能周期比较长。可能我要存100年才能够买这样的东西。可是呢，我如果要买比较简单的东西呢，可能两年三年就来。所以一般来讲，我的这些个台升或者小的地震呢，就是正常的能量释放。那你觉得大地震是不是正常能量释放？其实它也是一个能量释放，它必然会发生。那现在只是说它讲的正常，其实要不要翻译成正常，就是一个 normal， 就是一个经常性发生的能量释放，大家不要紧张。不是正常的，其实就是它是一个不是经常性发生，它是一个累积，它可能是一个大的事件，就像921地震一样，来了以后你不会每年都这么大的地震，可是你每年都会有像我们现在最近发生的这些个地震，所以这些地震发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板块的边界，然后这个能量本来就应该释放，如果不释放累积的会更危险。对，所以后来我不晓得这些专家学者们他们就习惯上用正常的能量释放，然后大家也都觉得是的，台湾发生地震是很正常的，但是其实发生大地震也不是不正常，其实也是正常，只是说它不是我们生活上或经常性会发生的事情。OK， 哦，所以照这样子的脉络看来，其实它每一次释放以后，它就会累积一点点。那这样累积起来呢，当它某一次真的释放出那比较最大的能量出来的时候，老师这样子，我们就把它算是一个周期吗？还是算是一个？对，对，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地震是有周期性的，有一些认为没有周期性。有周期性的，比如说小地震，那很清楚，一年要100多次啊，3.5 以上或6以上有多少， 5以上有多少，经过统计大概是蛮平均的，甚至于全世界的地震几乎都蛮平均的啊，该这样发生。可是这种规模比较大的，像7啊8啊那样子非常巨大的地震呢，其实发生的几率就不高了。啊，就不高、嗯嗯，那发生起来灾害也会很严重。所以透过这样子计算它能量释放的跟周期的比对，我们就有办法去知道说，可能下一次灾害性的地震发生的可能时间吗？对，所以如果你研究的够清楚的话，基本上来讲，目前你可以用能量去算每一次能量多少，那么它的落差的高度有多少，那现在那个崖有多高，或者挖出来那个地层、它错动有多少。然后里面可以找到一些定年的物质，它定年是多少年，然后落差多少，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用这些东西去推测说，它平均来讲大概一次是几百年几千年会发生过一个地震，那么它错动会多高多大，然后它的能量会散多远，造成多大的灾害、所以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做古地震的人在做的，
那我们也希望对地球、对断层能够多了解一点，它到底每一年它能够赚多少钱，然后花多少钱，然后它存了多少钱。对，那我们知道它存了多少钱以后，我们再猜那条断层它的长度，然后呢，它如果想要买摩托车的时候，大概几年存的钱可以买，想要买汽车大概几年可以买，那这个就是周期的概念，就是说如果它会发生多大的地震，它可能要多少年才会发生。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能量释放，或者在讲到说几级的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常会用到几个概念嘛，比如说我们要怎么去定义这个地震到底是大或小，除了体感之外，其实它会有一些比较精准的所谓的科学的定义。那就很好奇说，我们很常在可能一些媒体上看到啊，说规模几的地震，然后震度几，那这个概念我们要怎么去区分它？ OK， 其实有两个东西啦。那地震的大小两种，一种叫规模，一种叫震度。规模跟震度。那规模呢是一个能量的单位。就是说每一个地震都会只有一个规模。当然不同的学者专家他采用的公式不一样，所以算出来会不一样。对。但是基本上来讲，你只要说我用什么公式用什么资料做出来，就会有一个答案。那个东西就是规模，就是规模 6.5, 规模 7, 规模多少，比如说九二地震是 7.3, 啊，比如说这些。那这个东西叫规模，就是指它的能量。那用诸四海皆准，就是我是用瑞士规模，我是用什么体感规模，我是用什么什么震度，都不同的计算方式，但是它出来你只要介绍说你用的公式，你用的资料，那它就会都一样。那另外一种叫震度，震度就是说你感受到这个地震多大。那这个感受到地震多大呢，就是跟你人在哪里有关系了。因为你人在远，它的地震规模都一样，因为它只有一个数字，那它是有个小数点的。可是如果你震度呢，其实就是说我感受到这个地震的灾害。那这个感受呢，我距离远我感受就比较轻，我距离近就比较重。所以这个东西呢就会变成是它的震度是随着你跟震源的，就是在地震发生地方的远近有关系。你越靠近震灾区当然就是损害越大，越离开就损害越小。那这个东西我们叫震度。那震度呢，现在有一种是你的感觉嘛，那另外一种就是科学上面，科学上面就会用加速度或速度，就是说我用这个地震仪，然后就距离你多远，我收到的这个瞬间的加速度有多少，那它的震度就有多少。其实也有一定的科学的数字，只是说那个科学数字会随着你人距离那个灾害的远近不一样。所以规模是大家都一样的，那震度呢是会有改变的。所以震度越大离开地震中心越近。老师，那个影响震度的因素啊，除了距离之外，是不是跟我们所在地它的一些地层结构也会有关系啊？对，其实震度就是说如果你距离它越近，当然灾害就越大。然后呢，地震的深度越浅，当然灾害就越大嘛。因为越深的话，就距离比较远。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上面的东西，你上面的这些土质，比如说呢，像台北盆地好了，它是一个盆地。那平常呢好好的，可是你开始摇晃的时候，它就会出水，所以这东西就是异化。然后你在摇的过程当中呢，它就会有波浪状。更容易的、更简单的叫做龙银盆，一个脸盆两边有个龙，然后现在你用手去戳它，就慢慢就共振，水就会跳。对， 对， 对，是，所以你的沉积物是这样子的东西，那你当你共振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就出水，然后你那些沉积物就要往下陷。所以就是说跟你的沉积物有关，跟你的距离远近有关。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你断层有关。我讲断层有关是这样，就是说断层错动的时候，如果你站在上面，那还得了，你就被它撕裂。但如果你在旁边，你就不会受到断层的灾害，你只会受到摇晃的灾害。那一样，你站在右边跟左边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假设这个九A地震逆冲断层，我在这边冲上来，所以我是冲上来的那一块，我晃得很厉害。可是另外一个是相对比较不动的地方，那当然它就是你的能量传给我而已。所以你是被动方，我是主动方，那我们所受到的能量又会不一样，造成的灾害那个震度其实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
老师，我们刚才在讲到规模的时候啊，我们规模它有一定的极限或极距嘛，就是我好奇的是，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可能是台湾，可能是规模七。7点多，对，对对对，那它世界上有更大的吗？比如说到规模8，有没有可能到规模9或规模20？啊，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了哈。基本上来讲呢，规模7以上的就是比较大的地震啊。对我们来讲，大概几十年来一次。规模8呢，就真的是不得了了。那8.5以上啊，或这些，那基本上来讲。大概规模就也只能这么大，因为规模跟它的断层长度是有关系的。就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规模就像折筷子，跟你的那一把筷子是有关系的。你只能够折断多少。OK， 所以你再上去之后，其实你是折不断的，所以你一定会挑你能够折断的东西，所以它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所以一般来讲，像七、像八，它的这个断层的长度就很长了。那所以会有更大的灾害，当然连海里面都在动，那那时候造成的灾害就很大，就像日本的这个311大地震一样，它的能量破坏是有极限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些什么9啊10啊，那大概是看不到，那个真的发生的时候，那个地球就裂成两半了嘛，就只能山崩地裂了。其实老师刚才有讲到一个蛮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实地震的这个规模，它是完全取决于在我们断层的长度有多长。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地球断层长度，每个断层它有它的极限在。对，所以它能释放出来的能量就是到那边而已。对对。哦，原来是这样。断层的长度有关系，断层的落差有关系，就是整个的破裂面、破坏面有关系，所以会有比较大规模的破坏，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那个频率不会很高，而且会在特别的地方，就特别的板块界限，老师，那这样子断层经过一次地震以后，因为就是地壳有所错动了嘛，对，会影响到它的本身的结构嘛？好比说这断层它会不会就变得更长，然后导致说它下一波的那个破坏力可能又更厉害，或缩短？基本上来讲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调查了断层以后，那就断层有可能动，有可能不动，因为它有可能是老的断层，它以前动过了，现在不动了。那也可能是新的断层，它动了以后，未来还可能在动。那未来还可能在动的时候呢，它会在原来的面动，还是往前往后再移动？所以现在在这活动断层调查，基本上来讲就是调查断层在哪里，然后我们推测整个的断层带，就是说如果挤压了以后它往前推会推到哪里去，如果挤压动不了以后它就会从后面再串出来会多少，所以基本上来讲现在断层大概是一个断层带的概念。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断层的长度呢，基本上变化不算大，除非我们新的调查就是说海里面的断层到底延伸多长啊什么的，否则我们在陆地上能够看得到断层大致上来讲大概追踪的大概八九不离十啊，长度不会增加很多。那只是断层你知道它的长度以后，它的洞不见得整个都洞，它可以分段，我可以挑哪一段洞，然后可能规模小一点。所以对于断层呢，我们现在的了解就是我们把它用一个断层带的概念，先把主要的断层找出来，把它附近的断层带找出来，然后接下来开始规划说它可能影响范围有多大，可能会长哪边出来，然后它的地震的这个规模可能有多大。如果我只动一小段，如果动一长段，它大概会有多大，会影响多少？这个就是大自然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就是它不一定按照牌理出牌，但是我们可以用过去的它留下来的证据跟我们的物理的理论推算，大概就可以把它抓出来，就是断层在哪里，然后它周期是多少，然后下次破坏可能破坏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会有多少规模多少震度，就可以把各种可能性先预测出来。对对对，其实这件事情特别有感，因为我前阵子刚好在看房子，然后在看房子的时候就会特别注意说哪里可能是断层区，那哪里可能是土壤异化区。对，这种东西是都跟地震是息息相关的。是啊是啊，就是说断层在哪里，或者是每一个地方它的下面的土质啊是不是沙质，然后它地下水位多高，它会不会异化，其实都查得到的。那老师，下雨会造成地震吗？原则上来讲哈，下雨跟地震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密切哈，因为地震其实是一个能量的释放。对。可是呢，也有一批人在研究，就是干旱或下雨的影响
是因为雨多了以后呢，这些水它有重量，它有润滑作用，所以它会减少你的摩擦力，它会增加你的 loading 的情况底下呢，会使你原本的那个断层要动不动，在临界值的时候它就有可能被触发。OK， 所以有一些地震研究者会把这些下雨跟干旱等等跟地震去做一些对比关系。如果放大来看，其实它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密切，但是是有可能影响雨的这个重量啊，减低润滑度啊，就是减低它的摩擦力啊等等，水压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影响是不是这么的绝对，或能不能用它来预测，其实就是一种学术的探讨了。不然那么长的下雨，也不是每天那么长都会有大地震。对对对，影响因素之一，对可能的影响因素之一。刚刚那个珊迪有跟老师讨论到所谓的预测这件事情，是。那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是现在有所谓的地震警报系统，是对。那这个东西它是预测的概念吗？还是说，不是，它是一个速报的概念，就是我要把一个消息很快的跟你讲，地震呢在某一个地方发生呢，就发生了地震，那个地震站就收到了。可是地震的地震波的传递呢，跟我们这个电波的这个讯息呢，我们讯息还是比较快的，就会立刻传出来说，高雄发生地震了，台北马上就要来了，或者是你高铁在速度的时候，你要小心，那个地震要传来，所以你可能要减速。当地震发生的时候，它的震波还在传递的时候，因为它在地里面这样震波传递，你用一个更快速的系统让你知道说地震来了，所以地震一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就会接到讯息。所以因为你距离它比较远，但是你的手机的讯息会比较快，那这是一个速报系统。那它不是预报系统，预报就是说未来要发生但现在还没有发生，预报系统就比较困难，你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各种各种的人他有他的预报系统啊，比如说地球物理的呢，很可能最近这一阵子很奇怪哦，哪些地方一直在动要小心。我们外面听到的这些都是啊，我是阿东阿西阿南阿北啊，然后我说你大概多久会发生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没有那么准。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太明确，就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多大规模的东西，那这就叫做预报。那这种预报是违法的。哦，就是违反气象法，就是你会影响到民心啊，或影响到大家的灾害恐慌。所以我们伟大的印度神童永远在预测台湾，他都不预测印度。那我们台湾神童也会预测外国，他也不太敢预测这里啊，因为你预测的时候你就不太能够把这些讲得太明确，一个是它是违法的，另外一个是它很容易打你的脸。你说明天会地震，结果后天地震，其实它还是在打你的脸，不准。对，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也有聊过有关于地震预警还有地震防灾相关的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呢，欢迎回到我们去年的 Podcast 再把那集找出来听哦。那其实老师刚刚有讲到预测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在爬书资料的时候就有看到几则新闻蛮有趣的。第一则就是说，就是有专家学者有做出一个提醒，可能2025年左右会，就是可能台湾会发生所谓的大地震。那它里面提到一个词叫做海沟型地震，这个地震跟我们的理解的一般的地震有什么差异啊？因为海沟哈，就是我们板块界限嘛，板块呢，它两个东西都在碰撞，碰撞的地方呢，就是我这个陆地板块、海洋板块。那海洋板块比较重，陆地板块呢比较轻，所以海洋板块跟陆地板块两个碰在一起的时候，重的东西就会往下掉，往下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形成一条海沟，马里亚纳海沟啊，就在我们的外海。海沟的意思就是板块界限，那它的板块界限当然就比那个我们地表的这个断层来的长，因为它就是整块的界限。所以它海沟型地震基本上来讲指的是两个大板块的界限，它的长度会很长，然后它累积的能量会比较大，所以它如果发生灾害的时候，它传递出来的能量会比较大。那台湾有没有？其实台湾发生过，比如说东部的外海，那只是说在311地震，它是一个海沟型的地震，就是日本的海沟型的地震，它可以造成海啸，可以造成地震，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所以专家学者在提说，如果照
这样子外国的研究跟台湾的这个地质的状况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发生海沟型地震？有。那大概在什么时候？所以各自的推论，他就推论出一个年代来。但是会不会发生，或者造成的灾害会那么大，其实也不一定。老师刚刚说海沟它是板块交接的地方，是，但是因为它的深度比较深，所以对于我们的灾害影响是比较小的。对，但是台湾也是在板块交接处，而且在花东那里有一带，他就跟你说这里就是板块交接带啊。而且最近花东地震很多对，所以这样子，如果那两块板块开始错动的话，那带来的影响应该还蛮严重的。是是，就是说它其实一直在动，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第一个华东地区地震比较多，第二个其实你可以去看造山运动，台湾抬升的速率其实蛮快的。如果你现在去看的时候，包括它的田埂，包括它的桥梁的弯曲，包括它有一些结构物、墙壁等等，或者水管的破裂等等，还在发生，所以它。包括地震，包括一般日常的能量的挤压与释放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在板块的界限是很容易发生灾害，但是它的灾害是不是我们刚刚就讲说是正常的能量释放，平常大概释放掉了多少，其实它平常也都一直在释放。对，所以它是容易发生地震，但是呢它的地震的灾害是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比较不容易累积到非常大能量，那但是如果到大能量来，其实也很容易造成灾害。对，如果累积到那么大的话。那老师，我们刚刚有讲到2025年是有可能发生大地震的一年，那这样子算是一个预报吗？还是算是一个提醒？讲2025呢是有点明确了，我们一般来讲都是说这几年来你要小心海沟型的地震或怎么样啊。一般来讲我们讲的预报就是时间、地点跟规模，对，也就是在台中地区的车龙埔断层会发生规模7点几的地震，在7月7号，对，那那个就会开始恐慌，因为你住在哪里，然后它会发生什么样的规模，然后在什么时间，然后会造成多大的破坏。那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提醒，就是说啊，好几十年哪个地震，在日据时代1906年的梅山，1935年的这个关刀山地震，到现在已经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灾害了，对，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OK， 那虽然有讲了那个断层在哪里，但是他没有讲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也没有讲说会发生多大的地震。这个东西就提醒，因为我是用断层来提醒，我也可以用时间来提醒，就是说我已经100多年来没有了，那这几十年来要特别的小心。那这是用时间来提醒，我们这么多年没有了，或者是我用现在的迹象啊，最近地震很多，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或者最近日本发生过海沟型的，台湾其实也有，那么也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所以也可能发生，大家要注意。所以这些东西大概都不会是有违反预报的法律。讲起来气象法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讲了那个东西以后会造成恐慌，会造成那个地方的地价下跌，会造成大家去买东西的囤积，或大家搬家等等，那样子的东西就真的造成了社会的动荡。那那个东西就是违法。所以一般来讲像这个就是有点讨厌是讲的年代，但是基本上来讲也还好，只是说这几年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其实大概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像是气象预报，它不会百分之百准确，但是我们做所谓的降雨几率的预报，它不会造成什么，或者是台风预报，它不会造成所谓立即性的恐慌的反应出现。可是像是地震这种，你只要做出类似的预测，它就会给民众造成所谓的恐慌的心理，所以它的界限可能就在这里，就是有些预报是可以做的，有些预报可能是不太适合做的，我觉得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对，就是说你气象预报也有长期预报跟短期预报。那其实地震啊、断层的这种预报其实应该是长期预报的，就是说能量的积聚啊什么东西，所以大家未来要特别注意，就跟我们现在未来这个可能要注意梅雨，注意台风季节快到了，要记得带那这样子的东西。气象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它有全球的气象图，我可以看得到它，然后它在走动。可是地震呢，是我可以知道它下面有能量积聚，但是我现在眼睛看不到它能量积聚到它快要动了，对，所以我不太知道它今天不动明天动，明天不动后天动，所以
长期来讲，我的预报会正确；短期来讲，其实没有那么精确。嗯，所以基本上来讲，一个是这种预报的精确度，第二个就是恐慌。嗯，因为你知道台风豪雨，你要怎么样去应变它，但是地震来，你怎么应变呢？你只能来的时候去做你的地震的避灾防灾的这样子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很容易造成恐慌的。所以又预测不容易准确，又容易造成恐慌，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才会定出这样的法律。其实我听过别人这样说法，就是如果我们一般的时候遇到地震的时候，就是假设我们先感觉到的是上下摇，那表示说等一下左右摇的时候会很大，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在体感上就可以知道说等一下到底是不是大地震，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或者它后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根据在那边？好，一样哈，我们地震里面有两个波，一个叫 P 波，一个叫 S 波啊。P 波就是呢，它传递速度呢跟你的传递方向是一致的。那讲简单一点，就像光波一样。OK， 那 S 波呢，你传递的方向跟你的传递的这个走动的东西是垂直的，也就是它是比较慢的。那地震一发生的时候，波是一起传出去的，一起传出去。所以我在这里上下跳动、左右晃动的时间很接近，就是我一看到闪电，就马上听到打雷，代表它就在我附近，所以我就在震央附近。OK， 我就在它闪电打雷的附近。但是我如果一看到闪电，过了很久才打雷，就跟我感觉到地震来了以后，然后有地震，好像没有，再发呆一下。过了一阵子才开始左右摇晃，而且晃得不是很厉害啊，那距离很远了。因为他们是同时传递出来的，可是呢，因为一个快一个慢，就越拉越远。所以我们讲简单，就是距离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嘛。他们两个速度是不一样的，可是呢，他们时间越长，他们两个拉开就越远，因为跑得快的已经跑很远了，跑得慢的还在跑，所以。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第一步、第二步呢，两个人看不出来差别的，就是我在震央的地方。可是到了最后呢，跑很远的时候呢，他跑快的已经到了，跑慢的还没到，快车已经到，慢车还没到。所以我在这边看到快车，等到慢车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代表说他离出发的地点很远了。那意思就是，我上下跳动以后，我等左右动，等了很久，所以基本上来讲。对我的影响就比较小，我距离震央就比较远，就是我看到闪电没有听到打雷就放心，但是闪电一来马上就打雷，我就危险，雷区就在附近，就是同样的概念。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先感觉到上下摇，等一下就会很大，不是，但是你一般来讲，如果它距离你很近。你上下游的感受就会比较强烈。那距离你很远呢，因为它传到这里来以后，你已经能量已经很低了，你还是会上下动，可是你那个感觉就比较不出来。所以我地震的时候，我曾经在那地震一发生，我就到灾区去，你就觉得像卡车经过，就从上下在跳动，上下在跳动，你就开始很紧张，你在室内就跑到陆地上来，因为你就觉得应该在。这附近，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脚下面正在跳动，所以另外一个讲法也对了，就是当你感受到上下跳动很厉害的时候，基本上来讲就是大地震，也就对你来讲的大地震，就你在那个震央附近了，懂。老师刚刚有讲说，就算上下先到，然后过了一阵子以后，左右的地震才到，但是他们都是源自于同一个地震，只是因为距离的长短，使得他们到达的时间有差异。对，这跟余震的概念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的，这个是同一个地震，它同时发出两个波，然后某一个波先到，某一个波后到。对，那余震是同一个破裂面，它。破裂了以后传递，就是刚刚把那个波传递，我后面又破裂又破裂，也就是我啪啪啪啪 啪, 啪，就这样子。我在折筷子的时候，不是一次就断掉，因为它不是像玻璃像这些亚克力一折就断掉，一折了以后破裂了啊，你可以看到那个竹子上面呢开始有一些裂痕，然后啪啪啪啪 啪，最后整个断掉。所以那个东西在大地震之前呢叫前震，在大地震之后就啪，然后再啪啪啪啪啪，那个东西叫余震。所以。前震、主震、余震其实都是同一个事件的前后的连续的事情。
所以现在一发生地震完了以后，我们都会说小心，因为这个地震这么大，所以它可能能量没有完全散完，它破裂面了，没有完全把能量散完，所以未来的几个月之内还是要注意会有比较大的余震，但是那个余震基本上不会超越原来那个地震的规模。嗯，对。哦，但有时候看到新闻，他还是会说这次的地震可能是之前某一次大地震的余震，所以它的周期可能会拉蛮长的吗？这个过程？这个东西就是学术的研究，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跟断层有关嘛，哈。那现在我可以把这个地震定位在这个断层，包括它的地震的活动的这个形式位置都可以知道跟上一次地震那个是有关系的。嗯，那现在问题是它是一个周期还是一个余震，这就看大家。它的周期是100年才一次，所以去年到现在也不过隔一年，那它就是它的余震嘛，因为不是周期。可是你也可能是周期，就是说哦，这个七的规模七的可能100年，规模六的可能是10年，那规模五的话就会出来啊。所以就变成是每一种学术界的想法，每一个人对它的推论的不一样。但是最近他们都把大地震的，因为规模比它小很多，所以他们可以认为余震的时间可以拉得很长，所以最近我也听到说哪个地方发生地震是几十年前的那个地震的余震而不是前几天的余震。我自己也觉得说余震可以拉那么长吗？但是后来看到它的那个性质跟它的行为是的的确确跟那个地震是很像，是有关关的，是有关系的。对，诶，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看不到板块。对，那我们要怎么去判断什么是前震？哪一个是前震？哪个是主震？哪个是余震？因为现在听起来好像是比较大那个，我们就直接大部分会把它变成主震。是，但会不会这个比较大的其实只是某个更大的，只是一个前震而已，后面还有更大的？对啊，是。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发布的就是这是一个规模多大的地震 ，OK， 就这样子。然后它的地震的行为影响范围多大？等到后面再发生的时候呢，如果跟他的这个理论模型等等可以配合得上的话，那他很明显就是他的余震。可是如果后面突然间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东西，那你就要考虑它是独立事件呢，还是是一个前震。那那个东西都要后面来讲，你没有办法知道说我这是前震，我后面会更大。那如果你讲的这个就还是气象法的问题，就是你已经在预报未来会发生一个比它更大在同一个地方的事情。嗯，所以一般来讲前震的东西呢，我们只能怀疑它是前震，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说它是前震，因为一发生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更那个。但是我一发生一个大地震，我可以确定说未来还会有余震。嗯，对，那只是说余震的规模大小以及它能够持续时间有多少，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可以提醒大家说要小心会有余震。嗯嗯，对。但是我很难提醒大家说它是一个前震，未来会更大，大家赶快跑。这个东西就又是一个一个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前震的东西大概都会到后续整个把事情整个看完也才发现说啊、哦、原来它是前震，或它是一个双主震互相影响等等。嗯 yeah。其实每次跟老师聊完天之后啊，都会觉得好多问题想问哦。对，对，老师说的每一个知识都可以衍生出更多的我们的疑问。没错，有更多想要问的问题。对啊，所以今天老师跟我们分享多很多很多关于地震的相关知识，不管是从地震的震度是怎么分的啊，以及说它的规模跟震度有什么差异，甚至到说，诶，可能，诶，地震的预报、预测、提醒，以及说所谓的我们的地震的警报等等这些东西的概念，帮我们做出一些区别，甚至后面聊到所谓的地震的主震、前震跟余震啊等等的观念等等的，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关于地震的旅程嘛。没错，而且老师今天用筷子的比喻，其实让我们对那个地震它形成的原因啊，还有它整个过程有更具体的了解。其实我觉得老师筷子的比喻很赞诶，因为我觉得我一开始听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想说老师到底要讲什么，就是这个到底跟地震有什么关系。可是老师一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说很精准。没错没错，对，就是在讲地震一个能量释放的过程。对，原本我们看不到地震，透过筷子我们就比较能清楚它是怎么样运动的。没错，那今天其实碍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其实内心还有很多的很多的疑问呢，没有办法直接再继续问老师。那还是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关于地震知识的分享。谢谢老师。好，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对，那其实听我们这集的节目啊，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也一样，就是听完老师讲完之后，一定从老师的话里面听到了很多跟很想问的问题。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对于这集节目呢有任何的衍生问题呢，都欢迎到科教馆的粉丝专页呢留言给我们。对，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交流哦。没错，或者呢是直接点开 Apple Podcast 啊，或者是一些可以留言的 Podcast 平台呢，也可以直接呢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留言给我们，然后把我们分享一下。对。没错，大家就现在就按下去吧。对，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那我们再一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okay, 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